么想。那他们讲英文吗？意大利文吧，意大利文。你会讲吗？我会讲吗？一定。来教大家，教我们讲一下。Buongiorn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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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。Un appetito。Un appetito。说一下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也忘记。一个是开动，一个是开动怎么讲？早安。开动怎么讲 ？Bon appetit。B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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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ppetit。嗯。然后你说早安是？早安，少女主啊。早安。白痴。萧敬腾，你是被冻坏了的。对了，天气在转，没有错。哎，早安，少女，还给我接少女主，是谁跟你幽默这条线的？好厉害！我刚讲那个是什么？什么 ？Bon appetito， 跟那个 Buongiorno，Buongiorno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了。啊 ，Te amo， 还没有学这个 ，Te amo 是不是？哎，好像是 Te amo 嘛。对 ，Te amo，T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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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o。意大利文其实还蛮浪漫的哦。对啊，帅，嗯，俏。翘什么意？翘就是你好或是再见都可以。哦，是啊。对，就是打招呼或是。我刚刚是问说意大利文很浪漫，你跟我翘是这意思？翘，没有，他只是纯粹想要秀意大利文哦，纯粹想要秀那个感觉。Bravo， 就鼓掌嘛，就是很棒，应该是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这 Bravo 我们都知道嘛。为什么意大利一定要有那个弹舌的那种感觉 ？Bravo， 对。你信吧 ，Brado。对，好帅哦，那个弹舌那个。你觉得你帅吗？帅啊，来啊。不，听着帅。那你会得吗？我不会。啊？你怎么不会得？你是歌王，你怎么不会得？歌王要得啊。我真的不会。啊，得，我不会。所以意大利文就一定要得才会厉害。对。所以我去那边很适合去那边发展。你很适合啊。对。蛮适合的。下次你就看到我在那边 Brado Brado。什么东西？你在那边干嘛？你听不懂我讲什么意思吗？你可不可以翻译一下？我丢刀，你明天掉？我来丢刀。丢刀。那边中有人卖中餐，对不对？卖饭团加豆浆，真的一定卖翻了，知道吗？卖翻了的，真的。好啦，那现在呢要介绍下一首歌啊，没错，这首歌呢就要对待他的歌迷一样疼爱，掌声。马上进行粉丝同乐会。好的，游戏规则很简单，我们找三位粉丝跟萧敬腾玩游戏。那这个游戏呢，如果你过关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送你一个小礼物。那我们要先让大家知道小礼物是什么吗？小礼物是小礼物在这里啊，来，这个单曲就是我们刚刚给爱人啊，也算是你们就是他的爱人啊，那我们就给你们都有签好名了哦，所以呢，到时候呢收到的时候呢，就变成说，哎，萧敬腾帮我补签什么？没错，我让大家看一下，但是他们还是会说，萧敬腾，我要署名，叫佳佳，我要属羊，那我属猪，帮我加爱心，对啊，很爱署名之类的，真的，好不好？
好，那我们今天玩了很多很好玩的游戏。好，有请第一位歌迷哥，哎，请出来。第一位，第一位你好，这样转有用吗？请问一下。这样转的意思，至少一个仪式嘛，仪式仪式仪式，对呀，意思意思，打开我来念一下啊，猜猜萧敬腾在演什么？好了，我们这边呢有三个关卡，萧敬腾呢分别会演出其中一个东西，第一个用眼神放电，第二颜面神经失调，第三挤眉弄眼，明明就是模拟两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至少还看得出来啊，这两个有点难。这样子，好，就要看他的演技怎么样啊。没错，因为萧敬腾有演过戏啊，所以应该没问题。真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到底你要演什么是由我来 follow 你。主任，主任，告诉他，演给他看，好不好？那你要来猜出他演的是哪一个？对，好。连我都不知道啊。好，来准备哦，看清楚他的表演。预备，萧敬腾 ，Here we go。到底是用眼神放电，颜面神经失调，加油加油，可以猜了啊！我都没看懂，哪里有做啊？我都没看懂，你有做？我不是有做吗？你哪有做啦？你哪有做？我有做啊！应该是二了。再一次，你要看清楚哦，预备，再一次啊，起。好，你告诉我答案是什么？我觉得是二。好，来告诉大家，表演的是二。哦，恭喜！颜面神经失调算轻微的哈。对，你刚刚这样算轻微，他要演出轻微的。来，好，来来，先给你。哎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不是给你啊，给他。是是是给我干嘛？好好，希望你上天接受天赋，好不好？还我啊！下一位同学，下一位，好特别的多层次的感觉，毛毛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你像鲁鲁米卡通里面的人物。你二十三，二十三，我二十七十八岁而已，你二十三，看不出来哎。对啊，年纪好小哦，感觉上。对啊。好好好，那我们来来来，结束了，跟我一样哈，看你年纪小。好，看一下啊。猜猜看，谁吃到麻辣意大利面？就定位置，在我们摸二号的大腿。啊！三号大腿。三号的胸部。好，来手放后面，手放后面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不要放后面好了。你放后面危险。我们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面啊，那到底是谁吃到的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哎，是辣的面，真的辣哦，意大利辣面，不是开玩笑的哦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，来，颜色哦是分不出来到底有没有辣。